好，我们要选用请叫我女神的方怡的关羽。好，我们挑战这一队，这一队是桃园三结义的一个队伍，都在这一队了，然后再搭配上我们的水屋跟木屋，那这一队打起来应该是蛮轻松的一队啊。为大家先示范一下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左边的先带走，右边的我们留下来洗一下技能。对，那要洗技能的条件呢，就是你不能手消版面上所有的暗珠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这边洗个技能哦。OK， 那自己这边有新珠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洗技能了。然后呢，示范切西亚过嘛？话说切西亚我是在官方的使用的，官方的直播使用，但是我好像目前为止好像还是没有临时通关过。这哎，但是我不太想要再试切西亚了，因为我晚上都在用切西亚，好像我用切西亚打蛮多次的。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那样的影片看，这样子。就先不要示范切西亚好了，好不好？有一期呢的天，害羞害羞什么？哦，模拟器吗？模拟器我是用夜神，好像你们可以 Google 一下这个模拟器这样子。好，欸，技能洗的差不多了吧？他们技能其实都蛮短的，他们技能没有很长。OK， 全跳了，这边先把木屋给开下去，然后我们。就是可以手消所有的暗珠了，我们可以开始把它给带走了。对，那我们可以快速的通关了。对，这队其实你开了双屋之后，这队威力就超级强的，所以很棒。第二关这边把水屋给开下去，然后水屋这边呢开下去之后，我们这边直接来转。其实这队这个关卡也是蛮适合我们。这个三就是关羽这一队来打的原因呢，等一下大家可以在关卡中一一看到。队伍一路上的敌人，他们的技能虽然对其他队来讲可能很机车，可是对这队来讲简直就像在削泥板，就是很轻松的意思。好，这边遇到的是不能手削光珠的一个貂蝉，那我们这边开个关羽，那这样子你的版面上就绝对是不会有我们的光珠的，就不会光珠就都不会剩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把它给带走，很轻松。如果说你有关羽队或是吕布队，那就可以挑战看看这一次的地狱级，就真的蛮轻松的这样子。第二阶段，这个没有带神跟魔就不用担心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一样再开个什么东西好了，再开个关羽。OK， 那我们也是尽力的哦，尽量就是一回合这样子带走，好不好？应该是没问题。对，开了关羽啊，我们版面就是变得还蛮好转的，就带走吧。你最推荐的光成就队伍是哪一队？最推荐没有最推荐啦，因为光成就都还蛮难打的。对，可能等一下再跟你讲好了，用你自己有的吧，我也不知道你有什么。左边的先打，右边的先打掉好了，毕竟我们现在开了水屋。一起带走了，好吧。那我们这边来到了第五关，第五关这边呢，我们这边转出时间有减少，但是呢，我们这边就直接来转吧，尽量就是多转一点 combo。这个可以吗？好。好，那转完就是开我们的龙科，对我们真伤使用。那这一队呢，就尽可能多消到我们水火木，这样子我们伤害会比较高。那在这边有一个关键，你可以在这边滤出我们的水跟光跟暗。对，那这么做的原因呢，等一下下一关再为大家解释，好不好？这边我们就先把它给带过去。OK， 没问题，伤害非常够。那在王冠有几件事情要大家注意的。那首先呢，第一阶段我们先把我们的双屋，就是我们木屋跟水屋，你这边带火屋也可以啦，都是差不多的。那我们这边再先关起来，这两个巫女先关起来，然后再开个张飞。OK，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要滤出我们的
新光跟暗，因为张飞会把光跟暗转成新珠，所以在这边我们就会比较好通关在他的第一阶段。好，那我们第二阶段来到了好，这边关于生意 CDE， 所以我们稍微洗个技能，然后不要消太多 combo， 抗爆就可以了。我们这边 OK， 他会连击，他会打我们很痛。那我们这边双乌开下去之后，开个组合技能，差不多了，我们要跟他说拜拜喽，好不好？那顺便在跟他说拜拜之前，我们放个烟火，好不好？皇冠放个烟火，那这边是版面全消，跟他说拜拜吧。那这一队其实也是真的蛮轻松的，可以推荐大家这样子的打法。还在鞭尸，好，这就是放烟火，我们放烟火结束这个队伍了。OK OK。对对对，今天比较累，所以我会想说速度比较快一点。然后我们要补封面图吗？OK OK， 明天再补吧。那今天就没有封面图。我达成只有人类的成就了。好，这一队就临时通关，非常的轻松，推荐给大家使用哦。